原标题：二野王牌劲旅第十二军四大军长都是谁？他们后来都有军衔吗？1949年在部队改编后，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，当时下辖三个兵团，每个兵团三个军，那就是九个军。而在这九个军中，当属第十二军是二野的王牌劲旅，也是二野战史上打仗最牛的一个军。如果说在二野十二军排名第二，恐怕没有哪个军敢称第一。